欢迎收看《冲浪天堂》，我是阿啾。那上一集就是补了这个防寒衣的破洞这边，那我今天就是要来实测看看，看它的那个屁股的这个地方会不会进水。好，我们今天要用的板子一样，就是 Subdriver 2.01。然后 fin 的话，一样是配就是 McFanny 的 L size 的 fin。那今天的浪高大概在腰到胸左右。好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 go go。基本上破掉的地方不会再进水了。刚穿上去，屁股有背胶的地方，感觉还蛮不舒服的。然后我发现，好像是坐板的时候，蜡会沾到那个背胶，感觉很像口香糖粘在屁股上。其他没什么毛病。